每天三分钟，速览全国法治新闻。7月28日星期日，农历六月年六。澳国家游泳队金牌得主福晋耀，澳美霍顿怎么看？澳大利亚游泳协会27日晚证实，该国女选手沙杰克在26日的赛外兴奋剂检查中出现阳性结果。这名20岁的选手在本月初以个人原因为由退出了光州游泳世锦赛。当地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在报道中发问，如果霍顿先知道他的一个队友要检结果呈阳性，他还会搞出那么大动静公开展示他的立场吗？澳大利亚第九电视台网站在报道文章中表示，由于澳大利亚的游泳运动员带头批评服用禁药作弊，这一关于澳洲运动员的爆炸性新闻可能会使他们被指是一群伪君子。新华社一，习近平27日向第七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荒漠化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库布齐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了中国经验。央视新闻二，李鹏同志遗体29日火化为悼念李鹏同志。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新华社二，陈怡欣在23日举行的第二期新任地市政法委书记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强调，要发挥五治作用，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中国长安网一，联名致函联合国，在涉疆问题上支持中国的国家达到50个，还有一些国家的代表通过单独致函、发新闻稿等方式呼应和支持中方主张。新华社二，海关总署25日连发两条公告，允许俄罗斯全境大豆进口，且增加俄罗斯库尔干州小麦输华。海关总署网站三，应急管理部26日通报79河南三门峡一马化工厂重大爆炸事故，事故直接原因是空气分离装置冷箱泄漏未及时处理，发生沙爆。设备在事故发生前24天出现泄漏，但未引起重视中酿祸端，造成15人死亡、16人重伤。人民网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近日发布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从本月起，我国学位授予单位不再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对于获得多个学士学位的都只发一个证书，各类学历情况在证书上予以注明。新华社五，截至27日16时，贵州水城特大山体滑坡，已致29人遇难，22人失联，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仍在全力组织消防、武警、安能、社会各方力量对失联人员进行科学搜救排查。中国新闻网六，中美专家呼吁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在华盛顿26日举行的合成生物学主题研讨会上，中美两国生物技术和政策专家呼吁在技术和政策两个层面共同应对这一新兴科技可能带来的风险。新华社七，嫦娥4号着陆器26日完成唤醒，设置着陆器搭载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低频射电频谱仪等科学载荷将陆续开机，按计划开展有效科学探测工作。中国新闻网八，中国海警2501舰艇编队27日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中国海警一，五粮液状告九粮液侵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决滨和集团生产销售九粮液、九粮春酒产品的行为，构成对五粮液集团的五粮液、五粮春商标侵权，并判令滨和集团赔偿五粮液集团损失900万元。@上游新闻二，华山捞尸队造谣者已被拘留。近日，有网民发布信息称，华山上存在捞尸队，捞一个人上来费用 1.5 万元以上。陕西华阴警方27日发布消息，该网友所述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华山景区并无此类事，该网民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中国长安网。三、河南安阳一男子持刀刺死一人，捅伤两名幼儿后自杀。河南安阳警方通报，26日56岁男子杨清斌持刀将48岁女子曹某及其7岁女儿及石某的5岁孙子三人刺伤。杨清斌在家中当场自杀，曹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两名儿童无生命危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人民网。四、复旦回应博士生和研究员感情纠葛。近日网传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女博士李某与该校硕导陆某交往，陆某送了李某5篇 SCI 论文后，陆某发现李某与多人交往，服30颗安眠药试图自杀。27日零点，复旦大学回应称将一查到底，有责必究。@澎湃新闻。一、大叔自制飞机飞上天被交警劝解拆除。23日安徽怀宁县51岁的钱新苗驾驶自制的土飞机飞上天空，总成本约10万元。飞机上天后，有村民向交警举报，交警劝告他天上飞的我们管不了，但真的有安全隐患。钱新苗表示理解，将飞机自行拆解。@新京报。二、女子25楼扔外卖盒后拒绝承认，我没点，我减肥。近日南京某小区有人从高空扔下了一袋垃圾，袋子里有一张外卖订单。民警很快找到了女子徐某，但她拒绝承认，并表示最近都在减肥。当民警拨打外卖单上的电话时，徐某的电话响了。最终徐某写下了保证书，并支付了一楼人家的玻璃清洗及维修费后，双方达成和解。江苏新闻。三、14岁女孩离家出走化浓妆防身。近日扬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在火车站找到化着浓妆离家出走的小罗，他表示打扮成熟一些就不会被人抓了。他在手机中还把父母的备注改为母老虎和怕母老虎的人。经教育后，小罗被其母亲领走。江苏新闻。一、火车司机15秒救800人。近日黑龙江 K71394 列车运行途中突遇山洪，司机孔祥江果断开启紧急制动，列车停在了受损路段边缘。此时路基一侧已经垮塌，列车随时脱轨倾覆，孔祥江再次驾驶列车后退，最终安全折返。央视新闻。二、消防员中暑躺路边，市民坐地上为其扇风。25日江西宜春一居民建筑发生火灾，消防员到场后搜救出10名被困人员。高温加上疲劳，一名消防员中暑躺倒在路边，市民看到后坐在地上为他扇风。新华视点。一、特朗普向法国葡萄酒发出关税威胁，法国对媒体征收数字税。特朗普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将很快宣布对马克龙的愚蠢行为采取实质性的对等行动，并意味深长地抛出一句，我一直说美国葡萄酒要比法国葡萄酒好。环球网。二、俄罗斯俄媒在因被罚英媒药单后果，俄罗斯外交部26日发表声明说，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英国遭到媒体监管机构不当处罚，在俄境内开展业务的英国媒体应准备承担由此引发的后果。声明还批评英媒经常歪曲事实。新华社。